底这个敏儿哦，感觉他应该要直接。中路抓到一个机会，林雨用幻影手雷牵上，搭配了威尔哥的进场，人也被推开，但没有晕眩。这里可以继续的砍，欧拉夫交闪现过来，但林雨也交了闪现走，让威尔哥创造了机会，变成了欧拉夫。这欧拉夫的斧子连上，要继续的追击，下一个斧子又中。敏儿也准备要用雷欧娜做 CC 吗？没有，是雷欧娜。敏儿赶紧撤退。二的羊坐着的呼唤目标是撞辅助，没有撞到，反而是撞到后面正在刷野的刃爷。刃爷看到自己家辅助被开启，选择先把六鸟给吃完。雷欧娜倒的同时，经典勇士队并没有选择开启团战，是在等待下波的机会。吃完了六鸟之后，刃爷准备跟着桂姨一起来进攻，通底很危险，要赶紧往左边跑，这边技术情报给炸一下，竟然站到安全的位置，带有个炸弹搭威尔哥进场，想要闪现捡灵魂，却被辛朵拉超人解放给带走。哇，这一波也是让三加队有机会继续的输出。随着文红推到，不得已只能看这成娥交闪现逃走。可是成娥好像是对面来的，他把那个二炸的可以。尴尬，闪现想要收人头，没有收到，阿里直接被在塔下的成娥给带走了，没有任何的帮助。这个血量已经够了，这个血量已经够了，撞下去开炸，受不了的旺直接是开着大绝想劈刃爷，但砍不死，被刘娜大概是逼出了闪现，后面还有勒布朗的赶到，被爆凯虽然绑住，但他有二次推进的机会，身上有虚弱的情况下，反而变成一个 CC 用幻影手雷练住了金克斯，金克斯虽然用计划解掉，但后面是威尔哥的进场，变成了欧拉夫开始一斧一斧的带着队友往前做进攻，后面文空来了，这一推虽然效果不错。但只剩下自己一人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做操作的，再一个幻影锁链在球果面前被留住，还好打了个球果成功撤退，在上半部的位置谁会赢呢？躲掉了一个 Q 技能反身的回点，但一个火焰的吐，一个怒吼，轰地拿下单刷。而且这一把有刚刚那种老毛病，就是你这个上路为什么虚带、幻影锁链牵到了，我们被留住交了一个闪现，那好像要，但敏儿也是陷入了危机，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被金克斯给带走，这里感觉右边要打二的血量已经有点半残了，乐不乐踩进来，因为幻影锁链想跟上，但最后是没有牵制金克斯的。茂凯从远方放了一个大绝，要跟队友再做二次的一个进场，准备位置威尔哥被留住，刃爷想要反身回攻，但被辛朵拉给拿下人头。这波是三三队的机会，看着残血的敏儿回到了战场，看起来有没有机会是做收割。桂姨竟然从后面来了，这一个包抄位竟然带走了金克斯，居然继续输出，这边位剩下二，他用他的力量撞血勒布朗，换下人头。这波中路夹击直接就来做骚扰了，哇，茂凯被幻影锁链给留下，双锁链搭着轮圣马，隔着远方就把茂凯给带。走了，而且一滴血量，凌云并没有死亡，这也让三星战队默默的只能摸鼻子离开吗？没有，还有一炮还击，把凌云给击杀。要简单粗暴的方式啊，直接打破可阵，全部人破，推到了。要扎的是西格斯，成娥知道自己可能会死，在死前交出了自己的大绝，但效果只炸掉了对面的中路位置。就说了吧，你打分推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，但你要抱团，你就不能被开到。没错，凌云要被抓，跳错了方向吗？两次连续两次的位移，但对面还在持续的追击一个。闪现的通子要抓，但勒布朗已经飞了回来，利用幻影锁链想牵着对面的 AD， 但阿里就站着正面直接把勒布朗给射死了，没推到，对 ，poke 一下，我又打中了，好痛哦！今天勇士队准备要来封窄口了，大绝炸进来，又是辛朵拉。这次二又中到两个人，被留住的西格斯也是叫一个惊人结界，但后面被绑到了，西格斯会死吗？叫了一个闪现离开，后面的位置是威尔哥准备驾到，跟着凌云两人要开始打一个收头秀，能收头吗？没有收到，直接被射爆了。金克斯站在原地连续射击，左右开弓，应该是团战伤害就完全 OK 了。但中路抓到了一个西格斯，技术性引爆想要炸吗？被茂凯给留在了原地，一个击飞正面击杀成娥，直接再见，继续骚扰，再 poke， 打到后面，二的羊的撞的不是很好，队友跟不上，前方位置只能先开一个雷欧娜，那这是好事吗？勒布朗踩了进来。威尔哥在找寻机会，找寻收人头的一个机会，但西朵拉交了一个闪现，反而是威尔哥要被正面的抓掉了。旺抓到了一个机会，扛下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但后面西格斯想要开炸，这炸的效果好吗？勒布朗做一个包抄，连续的进攻，金克斯还能再创造机会吗？没有，被西格斯给炸死了。最后是西格斯力挽狂澜，拿下了四连杀。哇，他是 MVP 耶，英勇投资。走吗？好准哦！还有一个 TP， 这是他的 Penta， 但看起来是没有机会拿了，赶紧撤退。一名大汉闯进家中，看能不能再堵下这波巴龙。不过这次刃也是站在好位置，这个炸弹伤害实在太高了，还能退吗？在这队不得已准备走出来打团战，但今天有这队目标巴龙没有冲到三队，拿下了巴龙，但他们能退吗？不行。
杰西杀了进来，这个虚弱追到了后排，阿里已经被迫撤退，在巴龙池子里面，三星战队人妖一个个被清点，有队给料理掉了。最后一个通缉交了闪现，在上面竟然有刃爷，刃爷的目标是前方的阿里，阿里又被偷取灵魂，二六也是消失，巴龙是拿到，但这是一个清点有队的 ace。